有练过然后有啊，小时候练过，就是现在还 OK 这样子，有练底子。所以不是只是乱叫，真的会踢耶吼，真的。老师来，你觉得嘞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啊，这是怎么样的不错？80分有了吧？啊，喜欢吗？这一型的你喜欢吗？不管怎么样，那个刚刚那个 Prince 已经表演过踢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阿本要来一下。好，阿本挑战。我看你真的会吗？细皮嫩肉，你确定你 OK 吗？ OK 的啦，这种小板子。小板子，哎呦，小板子，小板子，没错。好，帮阿本加加油，对一下，对一下距离 ，OK 的。好，阿本挑战踢板一杯杯 ，Go！ 哇！嘿！就没踢到吧？是腿太短，还是距离没量好？真的，因为刚刚叫不够猛，气势对。其实不会很难，怎么样踢下去的感觉？就很爽，很爽。man， 老师他刚刚踢这样算 OK 吗？及格吗？就是姿势烂了点。怎么说？有点没量到的感觉。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啊。好，那现在看完这两位呢，我们是不是要来这个对打一下？老师，你先来讲讲看。对，那个 PK 呢很容易受伤，我们先来讲一下要注意哪些地方，安全上来讲。就是腰带。哇。手机 OK 了哈。腰带带好自己的那个安全措施啊。安全措施，比如说。就护胸、头盔啊，护手护脚这些。护手护脚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着装准备一下 ，OK？ 帮我弹个。泰拳 PK 赛到底是王子阿本气势强，还是孟山老师腿力强呢？看下去就知道。好，现在老师着装完毕，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你这一整套，除了鞋子没有之外，全身都包得紧紧的。还有头盔啊，护具，然后本来会戴护手护脚啊。但今天没有，对，今天就减配就对了。啊，对啊。哦，了解，比较便宜。没有啦，老师，那我们现在挑战者已经准备好了，阿本。阿本，你是不是这个？这是真的。I love eating meat， 我爱吃肉。你这像电影里面，对呀，人魔嘛。老师，他这什么地方有问题？带错了啦。哎，我以为是怎么搞的？还比赛前对着镜头跟父母说一些话，顺便喊一下话，这样子。加油，我会赢的。哇，很有信心啊！我们还是一分钟就好了，避免阿本被打。加油！预备备，一分钟就好吗？嗯，好，一分钟，预备 ，Go！结束了吗？这样两分了吗？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哦。没有啦，还有要一分钟啊，还要继续继续。一分钟，来哦，要满一分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哦，预备 ，Go！ 傻笑，有，哦，不能踢下半身，下半身没有控制。好，快了，一分钟快到了。哦，老师的战斗力很强。哎，老师脚跨好高。你们两个，老师，你觉得他踢的这样算是有天赋吗？应该，练的应该还不错吧。真的、哦，阿本
种我刚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我一直怀疑老师是在就是小小声的念妈妈，那个你说老师在念，我一直看到老师的嘴型，然后听到很微弱妈妈之类的吗？真的哦。那这样子算怎么算分数？老师刚刚那个比赛，就如果我贴他这边，我就会得一分啦、啊。那你刚我们算应该有100分啊，应该赢蛮多的吧？自己都有在心里面默默算。阿笨有踢到你吗？也有啊，也有，所以他有分数哦。嗯，耶、yeah ，分数就好。OK 的，阿笨。黄飞梦山打出火气来啦！那下一位 Prince 就更不用说，他有那个接受过跆拳道的训练，应该很精彩。麦，不要那个哈，丢脸了哈。好，来把那个护具穿上。加油，老师可以趁这个时间为我解答一下，你刚刚到底在喊什么吗？嗯，刚刚。对啊，就是那个疑似麻案的那个麻。拔吧，拔哦，拔，所以是想拔拔的意思吗？因为大家都这样喊，大家都这样喊，大家都踢到叫爸爸，真的、哦嗯。那可不可以喊别的嘞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耶、yeah ！哎，比赛的时候可以骂脏话吗？不行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骂脏话是犯规了哈。嗯，哦哟，那需要有运动家的精神，对，真的 ，Prince。怎么样？现在心情很复杂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亚青国手，亚青国手 ，Let's ride， 来对着这一季跟父母聊聊天。我会安全。来 ，Prince OK 了吗 ？OK。就比赛位置准备。OK。这样子 OK 的吗？对。好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是叫下，叫下。哇，没有在怜香惜玉。天哪，我觉得他们撑不到一分钟了吧。可以的，可以的 ，Prince 加油。还有这眼神，有 ，Prince 有一分哦，老师有两分，哎呦。上啊、我听到拔了，拔，拔，拔，妈妈，小心！9、8，最后致命的一集会不会达成呢？4、3、2、1，耶！被一直打得很凶狠。天哪，我的天哪！老师，你刚刚有被中到几拳，对不对？这样算是谁赢？我吧，还是你？因为反正我们也看不懂，是谁赢了算。老师真的赢了，因为刚刚老师踢到那个 Prince 的板子上面是砰砰，然后可是 Prince 只是闪掉，老师都有闪掉，有大概扫过的感觉。Prince， 你觉得老师有没有中真真叫什么拳拳中要害的感觉？打死！而且他刚刚那个脸部那一拳有没有把你给吓走？那一脚，左身无影脚。在后台我就说你可以踢多高，脚直接从我头上划过去。真的，刚刚就使出这一招。老师来再示范一次。示范。因为他个子很小，居然可以踢这么高，很厉害。到他们的头。对啊。可以，然后好，就挥一下，尽量以不把他踢聋为原则。后来哦，挥他，好，示范踢头部。哇塞，踢得很高啊！别看咱们梦山老师个头小，随便就能够划过王子的脸上啊。哎，那你还可以踢更高吗？我们这边有很高的哦，186公分，小黑人很高。对，看可不可以踢得到。我觉得，哎，你看起来很不像会打踢跆拳。小黑人你也太可爱了吧！身高将近190厘米，哎，戴着防护头盔，整个就是卡巴爷。踢踢看可不可以踢得到哈？老师应该要飞起来吧？啊！